盖伦上单，盖伦还真不是送分的，盖伦 counter 瑞文的，盖伦是真真实实的 counter 瑞文的，啊，是这个盖伦啊，昨天晚上跟他对过线，昨天晚上被我单杀了，这人是主玩盖伦的，确实是主玩盖伦的。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영생이무슨소용이야미니언생성까지苦咖啡松野两个国人松野换个扫描出来吃个经验吧不过这千珏有可能没差他可能就装一下啊吓老师一跳我操这波有点亏啊这个换血主要是被他先手了有点亏这里插个眼小心千珏两级装他是多安顿不过他是个多安顿多安顿加被动回血觉得有点快的盖伦被动回血很快操了漏刀都有点多了这个是韩服第一盖伦但是无所谓什么韩服第一队伍这是韩服第一盖伦老子是韩老子是世界第一队伍等会干碎他现在先打他一个闪现先让他知道什么叫残忍七分五秒好啊我闪现晚点了一会儿七分五秒好是快走快走盖伦过去了千珏再追的话可以杀这就算了这波他兵线往我这里飞了这个兵线我得小心千珏抓我这种兵线是不能被千珏抓死的抓死我就毙了他这把他这波回去不会给我整个护甲了好起来了长剑很强大他竟然会出长剑
回家，回家出个十字岗。他的闪七分五秒好。等会我六级，他闪现还是好不了，不着急。哎，这东西清线是真的快啊！我挑出个长剑，一个 E 就一波兵线了，太快了。我经验吃到了，这样早安线只配一个近战兵，无伤大雅。OK， 那么这波控回线，马上他就要被我单杀了，马上。就这条命，这条命我不知道他要拿什么赢我。low 啊！哎，我想着他没带骸骨，直接把月的，不是直接把宰了的，应该回家了。因为这盖伦他没闪没骸骨，再等的话不太好。再等的话，他闪现快好了，他闪现是七分五秒好，他于是果实，哎，逼的逼的，这傻逼！哎，没办法。盖伦的 W 还是太 low 了，盖伦的 W。我这波不杀不动手的话，等会他闪好了，闪好了不好杀了。这回的话，他闪现确实好了，七分零五秒。没事啊，这把队友优势，哎，随便我怎么玩啊，他又杀不了我。没杀掉就没杀掉。这把我队友是优势，随便玩。让这个炮车把这个镀层给 A 掉，这波让这个镀层掉掉。OK， 然后我推荐去刺探一层镀层，这样来增加我的经济，增加经济差。不行不行，上线有点快啊！那行吧，小鸭十三刀，这把队友是优势，我根本就不着急的。我等级也是比他高的，压刀压等级，我先就控在这里，我看你怎么跟我打。咖啡要不要考虑来约个塔补咖啡啊？他好像没什么兴趣啊，终于干起来了，那我溜了呀。撤了撤了，我们下路优势，中路的话也没什么大劣势，打野是优势，很好。我上路小优，压大压等级。这个镀层的话，我是故意让小兵吃的，他没有吃到这个钱。这波他回家，我推荐可以吃他两层皮。这波推荐推快点，可以吃两层。他应该是回家了，看一下。该睡了。好像只能吸一层，太慢了，今天来太慢了。够了，就这样拉开经济差。哎，他
妈弹出来个什么？弹出来个什么宝藏计划？滚出克！这东西老是会弹窗。这波我要是在打架，我突然开大招挂点蓝，然后他给我弹出来这一下，我心态就要崩了。这波先等一会儿，大招还没好，他现在是有大有简单有闪现，他有闪，这波得先避其锋芒。哎，这波看他还装不装，这波他在装，我要杀他的，他在装的话。我操，绝的。韩服第一盖伦给我跪下，老子世界第一瑞文，闪现千盆了，真的。咱不需要我的，两个杀了。哎呦，我的车在吸尘。这经济差一下子就拉开了，看看我的装备，再看他的装备，天差地别，只需要一波单杀，经济差直接拉满。坏了，哪先倒了？不对劲。有变数，点个密室。快起来啦！这波一起来中路，对面清绝可能会来，我来形成一波三打二。哎呦，不是，哎呦，卡了卡了，失误了，大伙卡了。五哥又卡了，死于马赛。有点嚣张啊，有闪金的呀，兄弟，这一换一亏了。W 呢？对啊，就是因为没按出 W， 所以我说我卡了呀。因为我没按出 W， 所以我说我卡了。苦咖啡要不要来一下？这清绝这波应该来了。我操，地面地也在，完了，我这个。那没办法了。
坏了坏了坏了，坏大了兄弟，坏大了，这节奏很不对呀，我操，太不对劲了，这要被翻盘的节奏啊，哦哟，小龙，小龙没了呀，这小龙啊，地面这个 AD 没血啊，地面 AD 没血，哇塞，哎呦，坏啦，坏事啦，人打龙吗？亚索，亚索，可以，哎呦，坏事啦，大伙儿。太不对劲了，哇操，这盖伦怎么把穆格娜单吃了，哎呦人晕晕的，这盖伦十二级了，这尼玛无语，十三比十三了，这跟托比直接拉平了，见好龙哥的八连胜不想被终结啊，这把赢了九连胜了，加油啊，哎呦这人在送，他不交闪也杀不掉，其实他不交闪也伤害不够啊，我黑切差一百，赶紧打个黑切，波塔比파괴되었습니다，他回血好快啊，勾八这就要快满血了，哎走了走了，这不要不要钻石，他娘的三项加攻速血，打的话出不加血，哎呦别在离我太远的地方打，我说真的我不在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赢，开闪现开 AD 亚索接大对面这个有个蛤蟆，我闪现要三段 Q 的话得对面下路两个一起震到，等等文哥，闪现能追一下吗？可以追一下，大龙刷了，把他杀了大龙了 ，nice， 我操，牛逼，中野，还得是国人，中野两个国人，
加入哥不是两个懒子的吗？一直死，还得是国人。带龙了，带龙了。我们下路这两个小炮派前期又是很大的，狂死不止。直播先，这把失误了的，这把失误，这局玩的不是很理想，这玩的不是很理想，但是也还好，也没有发病，我这把没有发病，只能说不够完美，操作不够好，这把操作不够好，没有拿出我该有的操作，前几把的操作比这把好个一万倍，我操。这把的操作平平无奇，来来来，杀 AD 杀 AD， 杀蛤蟆也可以，杀蛤蟆，接不到吗，兄弟？酒桶，感觉要吸啊！哦呦，哦呦，苦咖啡，我操，苦咖啡 ！AD 对点，我操，哇 ！OK， 拿下，对面就只剩一个蛤蟆了。文哥吸累了，前面几把太他妈吸了，前面几把真把我人吸累了，我操，把我吸的没力气了。这把还好吧？这把虽然说不吸，但是也不差。我这把好歹站上对面盖伦了，我这把玩的比盖伦好，这个没问题吧？我这把的作用绝对是大于对面上单的，只能说这把不是很吸了，前面几把吸累了呀。下路又在送了，尼玛，快走啊！好像操作起来了。是的，我这把的进场有点粗糙，我这把两波闪现进场有点粗糙。带下去了，他们感觉会打起来，这波我这波带中路线吧，带中路线靠上路，杀妖姬好像不太好啊，杀不掉啊，我这大招多久啊，50秒，我去吃个红，这波别着急，吃个红，等个大。小心点啊，火敲。吴哥这波不在，真怕他们又开送。不要断吴哥的连胜，待下去。我担心他们打起来，我一直在往上靠，带下去了。
防速差三伏。等一下，上上 Q 接大，哎呦，直接杀吧。OK OK， 一波了，直接中路一波了，别退下了，中路一波了，别退下了，中路先要没了，看一下一块 A 块。夜长梦多，这把没有前面吸，但是我这把也算小吸。说实话，这把也可以算是小吸。单杀对面三单，并且做的事情比对面三单多多了。我这把的作用跟盖伦比，那还是大了不少的，好吧？前面太吸了，这把不怎么吸，但是也是小吸。九连胜，我操，老子无敌！韩服王者局，王者宗师局，九连胜。哎，23分，7v3了，还差三把王者，830分王者，三把王者，9连胜。哎呀，韩服第一盖伦，哈，韩服第一盖伦已经被我吃200分了。昨天晚上也跟我对过线，这个人，我下午肯定不打排位了。晚上打了排位都会在下午送掉的，所以下午我不会再玩了。